起来，小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哈！这节课是这个街头宣传的会拄到的问题啦哈。迄天咱都有去这个桃园呀哈，开这個宣传车出去哈，去啊演讲，发这个宣传单，到尾去拄到警察嘛，去用铐入去警察局哈，到尾伫遐甲警察讨论一挂问题哈，甲有一挂争执啦。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哦，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啊。好，各位时段，大家好哈。这是台湾民政府的宣传车哈。台湾民政府是台湾人的政府，台湾民政府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，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事占领区的政府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代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区的军事政府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。台湾人的政府是台湾民政府。台湾民政府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。这是在街头演讲的那个讲稿啦吼。因为车在进行的时阵吼，人也不对你在走啊，所以你。能够讲的不能讲太短，讲的就要精简安尼吼，伊若听有一句话就算袂歹，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篇的演讲稿啦吼。佮过来第二篇吼，各位时代大家好吼，即同款开头词都一样吼，这是台湾民政府的宣传车啦吼，台湾民政府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嘛吼，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事占领区的政府，美国法院讲六十六年来吼。台湾人无国籍，也无国籍承认的政府吼，所以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唔是中国人，本土台湾人伫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啊，做的是日本兵呢，本土人伫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吼，嘛有做这日本帝国议会的议员，本土台湾人伫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吼，伫日本啊不只有参政权吼，嘛有参政权。参战前跟参政前，这是什么款？你可以做兵，你也可以参政，这就是公民权嘛。所以本土台人是这个日本人。本土台人敢有去日本的国籍？无嘛吼。本土台人敢有规划做中国人？不管是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敢有规划？没有嘛吼。所以本土台人不是中国人，本土台人是日本人。这是第二篇的讲稿了。你街头吼，你会当重复重复在讲，不要紧啦。若只重复讲就无啥意思啊。你街头的时阵啊，迄人车一直在走嘛，迄人一直在变嘛，所以你可以重复讲。讲稿也不能太长嘛吼。安尼路边的人在听有啦，在听会到安尼。伊讲咱伫。从演讲发传单吼，民众的反应真好。迄骑机车吼，会回头来甲你摕宣传单。驶车停落来吼，咪加这个窗户加下来吼，加落来甲你摕宣传单。这表示，你若捌去发传单吼，也是讲拄着人发传单，拢会闪俩，咱无啥爱摕这个传单。但这个传单无共，迄天咱去安尼吼，迄老百姓拢来甲你摕哦。只要七成的人会甲你摕传单啦。所以，咱咧对咱家己要有信心啦吼。这是你可以想象嘛，就是说，甲一般的这个宣传，人伫发宣传单这个情来比较一下吼，表示讲做咱这个物件吼，其实真好诶吼。面对警察要哪处理啦吼？第一要注意这个态度啦吼，想是有礼貌。为什么？咱出去就是讲，唔是要跟人冤家，咱出去是要跟宣传咱的理念嘛。你若好多甲宣传过来，伊就袂甲你，他会把你当成朋友嘛。所以咱爱
尽量不要跟警察起冲突啊！啊，这警察大部分嘛是拢台湾囡仔，所以你甲伊讲吼，伊哪会认同哦？唔是袂认同哦。伊讲咱，伊讲就有这个例子了吼。哎、欸，那个影片能不能放一下？哦，稍等，哎。冲突的原因吼，是咱伫讲这个台湾民政府啦，啊，因是食中华民国政府的饭呢吼。咱讲台湾民政府，因可能一开始他们会不太舒服啦。哦，啊，这是咱街头的一挂记录嘛，啊，警察就啊，一开始是这样子嘛吼。咱这有四台车伫行进吼，这叫什么话？咱是行动作业的。再下一站，下一个人哈。警察叫这個。那你今麦想申论吗？啊，他现在申论是什么？啊，不是被告告诉我们到警察这边刑事法。我们拿回来查刑事法。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。来，请他重申一下。他没有身份证件，然后又现场又没有办法公布他的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份证资料。没有办法，好，违反警察，违反警察这边刑事法。拿出来看。OK， 好啦，我跟你讲，第一个，我们已经跟法条跟你讲，应该是有下去法条。坐下，坐下，不需要结婚，你敢讲？你稍微坐下来，一上去你要讲吧，一点，我会让东阿帅跟来查，对不对？我查，你看无啊？你自己看无？什么看无？什么叫看无？啊？什么叫看无看无？你在什么新闻群？坐下来。你在什么新闻群？我看无啊？新闻群啊？你在不是咱国家的新闻群啊？我当然看无啊。啊！你讲是国家领导。回复原来的那个画面。咱介冲突的原因的工作吼，这是什么政府嘛吼？啊，就咱这个台湾民政府了。啊，不，原则上他们知道这个是言论自由的问题。咱讲台湾民政府，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啦。吼，啊，这个，还是哈，就讲这个是，咱是底下反映这个公益强化。强化这个民主啦，吼，啊，其实就是这一个言论自由问题，是大家拢会当理解啦。遐警察拢知影这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，所以这个是嘴巴讲一讲安尼吼，起一下口角，这个东西不会是一个问题啦，吼。啊，再来讲，咱的车吼，咱的车是不是赃车？啊，无车牌了，啊，要来看这是不是赃车？其实咱有引擎号码。引擎号码有当查这台车的来源嘛？查这台车是不是查他车嘛？所以咱这会当确定这不是查他车。啊，过来讲，咱有这个行照，有行照表示讲这车是有合法的，咱是合法的持有。所以这会当靠车未？无车牌你加路锁来锁去，安内当靠车未？我甲了解起来吼，是袂使靠车，是安那？因为第一，你毋是查拉车；第二，你是合法的物件，所以伊袂当靠车。伊可能会当开什么单，那开什么单我毋知啦吼。但迄天伊无开单，我嘛毋知伊的发条是啥物款。吼，我们那个不见得吼，啊，搁证明，再搁证明，就讲车的问题吼，不是问题啦。啊，车的问题不是问题。因为你有引擎号码啦吼，让查这是不是赃车嘛？啊有行照，
证明这车是合法的嘛。所以这宣传车在台湾无人去用靠车啦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安尼嘛。啊，你唔是查了车，啊，你佫合法的，安尼是变哪靠？啊，你讲这无牌，只是讲管理上有一挂问题尔。啊，上计是开这个，唔知什么单，我唔知啦吼。啊，但是还是没有开啦。啊，但是恁咱任何一个冲突吼，你不要把它当成真的是有什么。你主要是就这个冲突来解进行一个对话哈，进一步把人的理念讲出去哈，加把它拉过来安尼哈，哎，公心上策了哈。啊，伊要查咱的证件，哦，伊要查，迄天是要咱叫带去派出所哈，伊要甲咱查证件了哈。啊，咱提迄个证件哦，伊讲伊唔知这什么证件哈，对咱有听的哈，其伊。查证件吼，查身份证咯，查身份哦，有几个方法啦，就讲你有身份证号码，跟你讲要查车，你有引擎号码嘛？啊，你身份就讲，咱的迄个 ID 卡顶头其实有咱的同一编号，迄个同一编号，他可以根据那个同一编号去查。所以伊个吼，他那天讲那个话是不对的啦。啊，过来讲这要查身份证，就讲伊会当，就讲那是有法的情形下，伊会当。叫这老百姓提出这个身份的证明文件吼，啊，咱迄个身份证嘛是会当做生命的证明文件哦，嘛是同款会使，因为伊提着，比如讲 RC 的迄个身份证吼，伊要查什么货嘛是爱拍迄个统一编号嘛，啊，咱迄嘛是有统一编号啊，哦，同款的啊，所以较重要是讲做吼，伊要查爱有合理的怀疑讲，啊，咱有犯罪嫌疑啦，啊，犯罪之疑啦吼。啊！恁伫街头发传单单，这个算犯罪？这个不是犯罪嘛？街头发传单单，到处都是嘛。所以因迄天其实因甲咱查落来，这个是有问题的，这是有妨害自由的问题。那认真甲讲是有这个问题。好啊啊啊！而且我们那个身份证顶头嘛有同一编号，伊要查嘛是会当查。好、哦，迄嘛是一个，伊无一定讲，伊法律是讲爱出示这个身份的证明文件嘛。啊，无讲爱因的身份证啊，咱的身份证其实嘛是会使，啊，但是迄天时阵来冲突就讲，大家态度无介好啦，因为有起冲突，他就哦，给你吼掉。其实等于甲派出所，伊就承认这个物件，啊、哦，他就会承认这个问题了。因为当天吼、哦，就讲咱也无这个，无这个犯罪嫌疑啊吼，啊伊。把我们带回去了齁，啊，要查这个身份，这样是不是违法？你再想一下，咱那个录影带齁，有那个他强行把我们实施这强制力，把我们拖进来这个镜头嘛，这是一个证明，他用强制力，啊，我们有犯罪吗？我们没犯罪，所以他这个动作是有问题的啦，啊，而且我们也有那个身份证，然后给他查说我们的身份车也好，人也好，都可以查，所以他这把我们扣进去，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啦。啊，不过我们就说，要跟他，这些人也是都台湾孩子嘛，我们只要是要跟他游说过来，这样就达到目的的。啊，他说，在那里，还有一个问题啦，就说那天他又说一个问题，这有机会游行的问题。咱底下塞车伫倒行，安有算集会游行无？有哦，集体行进在公共场所集体行进，这个叫集会哦，游行呐、啊。这个就四台车嘛，这个叫做游行，没有错啦。问题是吼、哦，啊你啊这嘛是室外哦，室外嘛是爱申请哦。啊安尼会使去？室外嘛吼，你奇怪，还没起来啊？啊，咱集体行进啊，公共场所集体行进啊，在街头上演讲啊，啊，街头顶头底下游行啊，啊，这要申请无？哎呦，啊，有法度？有没有违法？没有，这个没有违法。为什么你知无？伊要违法吼，伊爱来举牌啦。哎、欸，分局长吼，则是哦，伊迄一讲迄是迄个派出所尔。派出所的所长也无这个资格哦，无这个资格讲咱违法哦。迄都爱分局长出来吼、哦，啊举牌啊，甲咱警告，啊举牌啊，甲咱讲做命令解散安尼吼、哦。
啊，佮咱佮唔解散呢，安尼怎算违法咯？啊，伊讲分组，分局长也无看呀，啊，连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嘛无看，第一时间呐、啊，所以咱有法，咱我们有没有违法？没有。后讲咱出去哦，啊，其实无申请不要紧啦。你若等到讲伊的分局长出来吼，举牌来啊吼，咱再来算过也过付啦，知无？再来刷也过付啦。啊，这是迄天咱去参加街头吼，会拄到的一挂问题啦。哦，啊，伫遮有这个问，这个有说看有啥物意见无？这部分。伊个白眼第一届你看伊个啥物白眼啦？警告吼，是还有个过会当皮一届啦。伊若面临解散时喏，我看到金酸啊。爱紧刷了，反正就散开就好了，解散就好啊。哎，换台人讲就解散，哈、哦。看到这个警告是卖介多啦，就讲咱是要介，咱是要去宣传的嘛，要去游说的嘛。所以就讲，伊若分局长出来吼，也拜神吼，哎，换台人也卖可讲的人就讲爱话讲爱解散，啊不，伊进他不然的话，他就会有合法的权利来行使他的强制权。安尼是无介好啦吼，因为伊要是通知者嘛，咱是被占领方的人，所以伊的通知要是算合法的，你甲反抗那是吃力不讨好啦，无好的啦吼。啊，咱会当，但是咱会当用咱的宣传吼，讲，迄天其实吼，底下有甲遐警察含遐个，含遐个，因的锁定到尾有转来吼，所以转来时阵是讲，本来警察伫处理时阵吼，就恁两个。留下安尼就好啊吼，啊，剩下当走安尼吼，恁两个留落来查身份安尼吼。啊，迄、那个所长转来时阵是，大家拢袂使走哦，拢会留落来查身份咯。啊，就讲到尾个时阵吼，就到尾就讲到尾，像我甲伊讲啊，讲到上尾个时阵，伊有摕一张咩纸话啦？哦，摕咩纸表示啥物意思？摕咩纸，你会如咩纸人表示一种善意嘛？对不？本来是要甲你开红单，要叫你什么身份有诶无诶吼，这是本来态度是无介好啊，但到尾是，我直接出去。嘿啊，无紧啦，伊个纸牌啊，咱就爱紧划解散啊。解散吼，伊要录影嘛，咱讲拢解散啊，剩的是个别行动啊，咱无机会啊。嘿，嘿。会啊，迄是伊还佫重新纸牌。无你爱吼，同一性爱无共啦。你若共一群人安尼吼，安尼会有问题啦。啊，散去了吼，佫集结，安尼就会有问题啊啦。你爱先散开。散开啊！到尾人佫集结，这甲原来迄个无关系啊。嘿，对对对，嘿，啊，你袂当关。嘿，啊，这个问题佫有啥问题无？嘿。伊讲吼，伊本来嘛讲恁这无车牌，讲啊这监理所无要甲你验啊啦吼。他不验啊，啊我们不验的话，那当然不会给你车牌啊。啊听听的，伊嘛感觉伊到尾就无去追这个问题啊。其实伊要甲咱扣押这个车子会有问题啦。第一个就讲，伊可能无迄个场所，你知无？伊嘛无迄个人力。所以讲，这是免我是觉得不用怕他扣车了啊，他也没有权利扣车，一旦扣车吼，强行扣车是有违法的问题的。哦，
先来要告假。我一讲吼，一讲伊讲阮凡凡，我叫伊做笔录吼，伊都唔敢做咧。我要求伊甲送去特检署吼，送去这个三组吼。你若看迄录像，当然就知影讲，因大拢闪，叫因做笔录，因不跟你做笔录啦。咱是要因为去到这个检察官遐，伊会甲你处分掉啦。啊，咱这是讲来去啊，特使闹大这个很好。宣传一下呢，你知道上媒体啊？对啊，有啊，啊，伊唔敢嘞，伊就若讲要叫伊甲咱做笔录，伊就揪起啊。真诶，迄工就是安尼啊。对啊，迄工其实是有安尼啦，叫伊甲咱讲几下解嘛，讲要赶办啊，要送去地检署没关系啊，但是伊都唔敢甲你做笔录。啊，其实都没有违法，他怎么跟你做笔录呢？啊，这是讲，所以讲，咱伫处理这些物件时吼，态度来好吼，在第一个现场就会化解掉了。哦，伊知影嘛？啊，伊若要测噪音，会当测噪音未？警察会当开噪音未？伊讲你这遮大声，有人检举啊？安会当开家咧开一个妨碍噪音未？伊啊去测啦。哎，干那个工具，那个是环保局的，所以伊嘛无得开这条啊。伊要开的时候，咱车已经禁掉啊，系啊。所以其实吼，无紧啊，你要有，要切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那是什么叫这？民进党，我那唔捌听讲有啥问题啦。高雄有。其实讲台湾政府哦，他们基本上哦，你若静下心来跟他谈哦，其实他会认同啦。像伊问到尾啊，问讲安怎咧？讲我讲，这是有美国支持的哦。伊甲你问这个，敢有影？他问这个问题哦，甲大家问拢同款一个问题啦，真的吗？啊，咱就摕迄个新闻来看，这阿标 USMG 啊，这 USMG 化呀，他有点疑问啦。真啊假呢？啊，但是伊判断的出来，这不是伪造。哎，对啊，我看我记看啊，这是几个台湾，你有看无？对啊，是啊，迄是因为顶头几个台湾，你敢知？是啊，哦，其实是十四个啦，有十二个是迄个浮水印啦，啊，两个是迄个可以显现出来。台湾的图啊，台湾图啊，就是安尼。好吧。其实一定了解咱这只公仔吼，因拢知影咧，拢知啊。啊，就剩下人来讲啊，我们自己来讲。有讲无讲唔知啦，但是今麦红抓起，敢恁无咧？
好，啊，佮有，伫只街头的街头运动，啊，佮有啥问题无？大概就是几个问题啦。集会游行化，哦，这会记哩，那几排时阵都爱解散啦，吼。哎，夹麦克爱都爱画解散，啊，无会叫徛空。啊，你讲查拉车这你引擎那嘛查看卖者啊？哦，咱这当证明哩啊，啊嘛有新照。目前都还无咧，上济哦，上济唔知开迄个无车牌吼，伊要甲你开单，唔知开啥物单，我唔知啦。袂啊，你也无车号啊。凭啥甲我扣照啊？目前都还冇拄到这种代志咧。是会当开单啦，开什么单我唔知啦，啊，但是讲就是安尼尔。啊，无紧啦，要开就开啦，嘿啦，要开就开啊，嘿。袂当伊袂，我只会当确认一点吼，咱唔是报销的车，不是报销的车子吼，有合法的前缘，又不是脏车，它不能拖掉，它不能扣车啦。伊袂当靠家，缴不缴税是划税的问题嘛？又不能扣车啊。伊若要靠车吼，那个我觉得是要行政执行署，唔是一般的警察有法度处理的啦。还要换伊的命令才当靠车啦。这无啦吼，安尼咱换一个，若无问题，我换一个话题啦吼。这个唐公民。钱丽华哈，这个问题，啊，这个都正有看过啊啦哈，嗯，重点是伫遮啦哈，这个吴敦义讲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哈，以希望 AIT 能让中华民国移民署帮助 AIT 在机场的通关手续嘛。并希望把美籍工作人员调回台北，继续办理赴美签证业务嘛？啊，今天标题怎么换？伊无权利啊！啊，这是吴敦义甲咱证明的啊！吴敦义接受媒体讲的话了，骗百姓。袂去注意啦，无来上过课人，唔知影这個重点啦。是啊是啊哈。是是是哈，啊，这就讲证明讲这美国的。这个通关的手续吼，中华民国是袂当插手的，安尼上老大，真清楚嘛吼。你有看吼，迄、那个美国撤侨来台湾，无到一千人哦 ，AIT 就开一个窗口嘛吼。啊，那咱若是讲有一天咱若开这个开卡的时阵吼，那五万分要开卡的时阵，你看会安怎？会爱开几个窗口？啊，这哪一旦开了民政局的窗口，一旦开了之后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大家会惊一条啊，对哦。啊，这变作有什么很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就是这个。会啊，啊，但是骨牌效应嘛，迄个双轨时间的真短。哎呀，啊，那个时间会很短呐。啊。咱希望这个卡早日开卡嘛吼，啊希望讲会当比照这个撤侨方式，啊咱这个开卡吼，这个就是说五万的要申请吼，你要想这个业务量，要办到当时啊，咱台省办一千分吼是用差不多三个半月来审嘛吼，恁两个人尔嘛。啊，五万分啊，要两个人，可能要审
我甲算过是心十重，所以咱有办这个训练嘛，生活人的训练有办过两期啦。第一期是13个，啊，第二期是32个。啊，这个，咱讲本土台湾，啊，搁这非本土台湾人可不可以来申请公民权利啊？会使未？其实他还是可以的，他是居民的哈，申请居民证哈。啊，咱来鼓励迄种吼，鼓励遐个非本土台湾人吼，来参加咱的研习会吼，协助咱推动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工作吼，安尼伊就会当取得这个身份。你各位，你若有迄种朋友吼，伊是蚵仔番薯的吼，还是讲伊是蚵仔的吼，伊若认同你，我哪会当用这条吼，鼓励伊来遮参加这个授粉上课吼，啊来协助推动这个物件。伊原来当取得这个公民权的吼，而且人家讲啊，伊那是讲有参加咱的研习啦吼，啊有协助咱推动这个工作吼，推动这个花卡，哎那工作绩效那有吼，咱来当考虑给他公民权呐，哦，这就算规划嘛，效忠力的这个表现了嘛，啊，原则上。现在偶然之间来，我看不现在来了。哎，但是有些人会哦，还是会哦，啊、我们还是欢迎他来哦。啊？不跟伊那边来，给咱倒分这个公民证，我哪会使啊？伊要倒三个倒，我哪会使啦？哎。免来三个倒。不然这是讲参加这个民政府来协助推动工作嘛。协助推动什么工作？你要去倒塞这个申请身份证的这个的人嘛？系啊，啊，咱才能够早一天达到50,000份啊，啊，无50,000份才歹用的呢。恁即摆大家有介绍过几个人？那个算看卖下者呀。哦，其实这不容易的。到目前第二批都还佫差几啊百个嘞。嗯。啊，这边。什么叫台湾公民？大家知道吗？什么叫台湾公民？不是，这样也是循环解释啦。就是说，在1945年9月初二进前在台湾有户籍及他的后代，那才是叫做台湾人。1945年9月初二才来的那些人，就不是了吼，迄公民权利法内底第三条有规定，你咱来去看卖吼。啊，什么叫台湾居民？伫台湾有身份证吼，基本上就算是啦。啊，那合作人他算不算居民？伊也无身份证啊，伊无啊。哦，啊，这是一个问题了哈。不过何瑞已经，咱已经第一期的通过他规划哈，也让规划。好啊，有一挂非台湾公民、非台湾居民哈，外国人，这些人都没有办法申请了，没有办法申请居民证。哦，这里上面叫公民知道了嘛哈，1945年九月初二进前伫台湾有户籍，遐个人，啊，啥物叫居民？伫台湾有户籍的人哦，有身份证的人，基本上就算居民啦。啊，遮人拢有当来请啦吼。啊，只是讲一个是请 TW 公民证，一个是请 CE 啦吼，无共吼。啊，几个问题啦，你看卖啦吼。这个叫做。填充题哈，台湾公民、台湾居民、外国人啊，无国籍人，啊，伫台湾有户籍的流亡政府的人民，这叫什么话？居民哦，哦，什么话？美来居民哈，啊，有户籍父为中国人，母为台湾人，这里，哦，这不离巧啊。
啊，伫台湾无户籍，啊，父为中国人，母为台湾人，真嘞。即外国人虽然讲因老母是台湾人，同款，啊，因老爸也是台湾人嘞。但老母啊，老母是中国人，即种嘞。无户籍呢？好嘞，有户籍哦，啊，父为南非人，母为台湾人，真嘞。B 哦，哈，哦，不离巧。啊，有户籍，父为中国人，母为美国人，真嘞。啊 ？B 哦，哦，不离厉害。啊，父无户籍哈，啊，父不详，啊，母为台湾人，真嘞。嘿，这叫做 A 啦，这叫公民啦。啊，过来，有户籍哈、哦，户不详啊，经中国人认领，啊，母为台湾人证嘞。什么叫认领啊？认领叫做小三呐、啊，小三生叫认领呐、啊。爱、啊、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啊、叫什么话？中国人认领呢？叫做 B 啦哈。啊，过来、哦、啊，有户籍，户不详啊，啊，经中国人收养，母为台湾人证呢。上公 A， 哦，不离巧不离巧，这是 A 没有错，因为伊收养哦，这是跟中国人无关系啦，哦，无血缘啊，你是去外口请用一个迄个无血缘啊，啊，你这个认领是有血缘哦，嗯，啊，所以这是，啊，这不看中国人嘛，不看户嘛，哈、哦，户不看的话，只看台湾人，那就是台湾人啦、啊，嗯。嗯，对。还有一种，请问一下，嗯，又有户籍，然后又是拿美国护照的，到底是？户籍？有户籍啊，中华民国，他承认你有户籍啊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姨，看伊，你看伊有日本时代的户籍无啊？有啊，有啊。啊，有哦，安尼是双重户籍啊，双重国籍啊。嘛是公民啊。诶，算公民，诶，双重国籍啊。户不详，啊，你啊中国人认领，那个。用这个吼，啊，收养是甲中国无关系啊，啊，你户不详啊。啊，那就是详啦，这样不叫不详啊。啊！你这无法度，哎，都唔知啊，咱无法度确认这件代志啊。安尼就卖。哎，对啊，护照内底就无啊。啊，但是因老母啊是台湾人，安尼看老母啊呢。哎啦，啊，无当查你就准就无啊，无这条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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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对啊，这所以这无共啊吼。户不详吼，啊母为台湾人，安是算台湾人啊。无啊，着看老母啊。哎，啊，伊阁有户籍个话吼，他有户籍的话，哎，安着算公民啊。啊，过来，恁看一下那个公民权利法几条高条，有无？公民权利法几条高条？
啊，这吼、哦，蠓仔管的问题啦，蠓仔管哦，几啊千亿咧，蚊子管吼、哦，几千亿啦吼、哦，这是联合报2005年8月诶口号建设愿景的系列报道吼、哦，这几啊千万的这个蠓仔管啊，你捌听过讲有人去用掠去关无？啊？没有啊？是哪无？啊？是哪无？你甲想吼、哦，咱起一个场馆啦吼，蠓仔管安尼吼，起一个建筑物啦吼、哦，这是一个要不要盖，这是一个决策问题的。要你倒去起安怎？迄是一个决策的问题。决策有裁量啊，迄一个关键叫裁量权啊。啊，裁量若无明显的违法吼、哦，那就是没有违法，啊，所以讲这无代志。起一个蠓仔管遮大间安尼无代志吼，但你后因为包工你也是头工减料，迄根钢筋啊讲白较细支的啦吼，啊水泥用较少磅的啦吼，安尼叫安尼叫贪污哦，偷工减料，啊咱想打一个较严重，政策唔对较严重还是贪污较严重？安尼，所以讲爱拍卡准是怎样？其实是政策在拍卡准啦，这偷工减料。你把它想一想，整个都有问题啊！这头工这几十万件了嘛，啊，其实也不行了。当然偷工减料不行了。这工你要比较一下，就是说，其实政策错误这个才是大问题啊。比如另外丁姐有讲哦，小英讲这什么？哎，台湾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这个就是大政策。这是规个规拢管好人去啊嘞，对不？这才是严重，叫大蠓仔管啊。啊，甲大家介绍一个物件，叫做益本比啦吼。益本比的工作效益跟成本的比，啊，这呢大于一吼，表示整体效益大于整体成本，有施行的意义的吼。啊，益本比越大吼，表示该计划实施的效益越高啊，越值得施行啊，故可作为排列优先顺序的一个标准。这个益本比安尼，大家安尼有了解意思？就是讲这个效益、哦、跟成本的一个比啦吼、哦。嗯，讲这个预算胡编乱支吼，这是错误的政策，比贪污更严重嘛吼、哦。拄好讲吼，啊是安那拢无代志，就因为有裁量权，还有行政关联有行政裁量，要不要盖啊？啊，我讲各位拢有这个问题哦。各位以后都可能是民政府的官员吼、哦。你在做决策的时阵，都会有这个问题，有一个裁量问题。啊，你裁量有没有违法？这个如果说有裁量的话，就没有违法的问题了啊。所以这个，所以咱来防止这个问题了啊。所以咱来有一个益本比的问题了，讲益本比呢小于一就不得执行了哈、啊。小于一的话，等于讲做你的效益比成本还要低嘛，啊，所以就不得执行。啊，可以作为行政裁量是否违法的一个标准了啊。啊，议会审查时可以一本比的大小来排定执行的优先顺序，并有一个应否执行的标准。咱举一个例啦吼，就讲这个人事会的问题吼，这一个山区啦吼，伊新三年人五个人的时阵吼，爱一年红稻华吼十公顷啦，啊新三年十个的时阵吼。每年被盗伐五公顷啊！啊，所以讲，你甲算讲，每年被盗伐五公顷的价值，是不是高于请五个人的人事费用？那是较大的时阵，啊，这就会当做，这就当请；啊，较小的时阵，就不给达啦嘛吼。啊，这个益本比吼、哦，要哪算？是不是各位去算？这个要有专家哈，这个咱的总理哈是这行的专家哈，伊后刚刚开课哈，啊训练一挂迄个精算师啊，后刚咱的政府内底爱配这个精算师，专门给你算这个政策哈，你这是一本比大小，安尼提供你行政你的主管哈，要做一个决策的时阵，才有法度做一个判断就一本比的大小，
欸，这是一个精算师的工作啦。哇，这我都忘管了，我记着了，你听。因为这啦吼，某一个县市办这个气运会啦吼，几年办一届嘛。啊，每一届要办的时阵，是不是要起很多场馆？啊，场馆起了呢，办了这做啥嘛？变忘管了。伊还阁编，这是其实这是桃园县啦吼，伊还阁编千多万的人工薪资哦，去管理哦。啊，你的水电还阁编九千多万哦。啊，你这个厂租吼，一年才收3000万尔，所以一年就爱亏3000万，7000万吼，7000万。这种物件你讲有普遍无？普遍的物件哦，啊，这关键伫倒，你敢知？关键在这个1000万啊，员工啊，这种当的人啊，拢是有权利的人的介绍的，才会人调卡嘛，对不？是啊，你甲想吼，啊，这财政局吼，咱的总理开只，迄当阵咧做局长啦吼，伊讲这委外经营呐，委外经营，你着别人去管理嘛。啊，你讲收租金嘛？安尼来回差偌济？我收一块就好啦，收一块我就赚7000万啊啦，对不？啊，但是伊我都做无，无多，因为这1000万伫遮，伊为着要取这1000万咯，爱开遮济钱，你看9000万就去开了，啊，无多，这政府拢做这种代志，因为调卡的问题嘛，啊，所以咱若有这个。二十九条迄个一本兵啊，小一不得执行。有这个物件的时阵吼，你讲，机关伫争执的时阵啊，讲这一本兵小一啊，法律规定讲袂当做啊，啊，伊教育局会当做袂？伊若做落去就违法啦。后讲若追究的时阵，歹势，我财政局无关系啊，迄是你爱负这个责任。啊，若安尼，伊敢敢做？若是讲一本兵小一不得执行，有这个规定的时，伊敢敢做？我看伊唔敢做。啊，若唔敢做的时阵，安尼蠓仔管安怎，就不会盖了嘛。你的钱就用伫刀口，用伫有价值的所在。哦，这种一本比较小义不得执行，即咱二十九条规定啦。啊，过来讲，要起一条桥啦吼，啊，来首先来估计，比如咱一工来讲，一百人伫行这个桥啦吼，啊，来回吼会当节省3小时。啊，总时数的一天就300点钟嘛。啊，乘以每个人的平均劳动收入，比如讲200块，所以一天具体效益就是10万块，一年就是2190万。啊，这条桥呢用50栋，啊就是10亿9500万。这是效益啦吼。啊，那造桥了后吼，这个景观较好啦，底下鬼拢会心旷神怡吼。这个叫非具体效益啦，非具体效益你无法度估计伊偌济嘛，所以咱大概估一个讲做袂当超过30%啦，所以就讲整体效益30%，就是讲3亿2850万，安尼合起来，这10亿甲这个3亿合起来14亿2350万，这是整体的效益。啊，你若造桥费用若超过这个钱的时阵，一本比安啦。小一啊，这桥会使去未？啊，这样就袂使去啊！吼，这个足清楚个。啊，这个物件，这个桥有桥的算法嘛，啊，森林有森林的算法嘛。啊，你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复杂的物件啦，吼，免那算吼。这真专业的物件。啊，以后各位就去找迄种已经有及格吼，来甲你算这个桥安尼吼，你就。真轻松啊！就袂去予遐个人甲你输去，袂去予你个无聊啊，甲你歪过去，安尼甲你怪去安尼吼。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工具就好了。啊，你会当找两个来互算啊。嗯，啊是伊个责任，毋是咱个责任吗？系啊。啊！但是你爱找迄种一级价啊，你袂当找迄种无级价啊。啊！
你要找，莫找一个人嘛，你就找两个啊三个来。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要做这个决策，你就会有把握。无要紧啊，迄佫有其他的方法来。啊，其实有这只人，啊，不过你用数量来比，来用比的嘛。啊，若无共的时阵，叫因说明一下。对吧？其实，伊这一本比那算出来的时阵吼，无，伊算出来偌济吼，比如讲这个物件，算出来这个物件，比如讲像有一个计算式嘛，啊，你就知影讲啊，即来讲，哎，算成只讲一百亿安尼吼，你就知影这有问题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伊这若是安尼，一天几个人啊，节省偌济时间，一天偌济钱安尼？几工安尼就算会出来偌济钱啊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个中央有一个审计单位吼，伊会当查，可以查啦。其实台湾的审计上强的伫对，恁知无？审计部吗？其实毋是伫审计部，无嘛毋是。有人知无？台湾的上强的审计伫对，知无？一个立法院，立法院有一个预算中心，我再甲遮大家报告一下，预算中心上强。啊，凡财务支出吼，应经审计的团体的预算，它的预算就有适用的必要，适用一本比的这个必要。公务机关的预算，拢有这个问题啦吼，不止公务机关啦，种迄公益团体其实拢有这个问题。啊，预算是贯彻国家的政策啦。未必有具体的效益吧，比如讲国防啊、教育啦、啊、社会福利啦、啊，迄种的，你若要用这省内，你就免做啊嘛，对吧？尤其是社会福利的，迄开落去就无去啊，迄无什么效益啊，迄效益是另外一种，哎、啊，袂当用这来算。啊，讲法院啊，法院也不能用这个啊，哦，原则上，啊，你这个适用的范围吼。由国务院用负面表列的方式、哦、列出不适用的预算的种类跟范围啊，送参议院、哦、变更嘛是同款。哦，这个要哪算的一个，哪些预算、哦、要不要适用这个一本比是总理来决定了，用行政院长这个角度来决定讲什么话要不要适用啊？不适用的踢开嘛，啊那剩下就是要适用的，安尼会不会造成自爱难行？对行政机关来讲，啊，要用唔用拢你决定的啊，啊，你啊用剩的，你就是爱用这啊，但是基本上拢爱用这啦，只是讲，那不适用的讲，伊不适用这个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这个物件，但书甲提掉，但是伊拢爱算这个物件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除了一本比计算标准跟负效益，这是细节性的规定啦，这叫。另外处理了、哦欸、现在时间是不是要休息一下、哦、我们下一节再来讲这个问题、哦、感谢